名家书画展今天上午10点由教育部文化局局长王红军主持剪彩后正式展出。参加展出的都是全国名书画家们的作品，其中有陈定山、马寿华、姚梦谷、吕佛亭、黄君璧、梁中明等数十位名家。展出的作品分国画50件、书法42件和西画6件。这项展览在台中市中山堂一连展出3天，到29号结束。